很想没有外销，变成没有外销，啊，这个一头都没有帮我销。可以自己种植的一个体验，就是把这样的土也稍微拨开之后，它就会看到它有已经有很完整的根系，那这个根把它拔掉之后，其实它还是会再长出新的根出来。在林内整个农特产当中，尤其是这个蚵仔，林内乡的农特产品当然有很多了哈，木瓜、蚵仔、金蕉、甲翁来。我手中拿这个是蚵仔，尤其是咱都各地咱的教育部，当这个蚵仔拿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了咱想要讲清凉又解暑的这些蚵仔冰。如果你能够亲身的来体验到我们这是从种植灌溉都是浊水溪整个天然地表水含有很多元素微量的这些矿物质的这些原水所栽种出来的芋头的话，那种口感特别的不一样。欢迎了来自县内或者是县外一些这些朋友来林内除了可以到我们很多的地方，包含我们的龙波脉啦、驿站啦，还有很多特色的一个亮点。最重要的是这个农特产品芋头。